来，兄弟们，嘎喽！一派，看我阵容的话，肯定会要问史门凯哪儿去了？你史门凯怎么会让一个小蛇给带走了呢？堂堂史门凯怎么会让一个小蛇给带走了呢？这也是没有办法，老白菜呀！真的，当一个厨师长发挥他厨师的能力，真是很多操作他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你干啥呢？小弟，来吧，狐狸娃偷摸的守护这个世界。念早了是吧？狐狸娃偷摸的守护这个世界。第二道小菜，自来也，便宜饭。起立挠。哎呦呦呦，没事。你敢过来？我再起立，我去抓你。哎哎，看好，这个时候我是没豆了，玩来玩去把自己玩没豆了。等龟壳吧。嗯，你是放一个大招就很迷惑了。你放一个大招就很迷惑了，为什么要放大招呢？放大招，气球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这抓到，拉起来。为什么要放大招呢？哎，我有点费解，你刚才那个小蛇是谁打的？怎么把我的沈梦凯带走？我以为你非常会玩的，大招放的很迷惑。五爱罗，让你看一下我来五爱罗的稳，强血量差，继续挠挠，叉叉，想倒地想倒地，叉叉，哎，我的血量多，打鲁伊，这个时候他没豆，但是我们不敢跟他硬磕，开局肯定往回走两下，呀，这青龙探海，没事，压过去。起立，在下面。哎，替身，抓你！哎哎，我去，局势瞬间翻转了，我没豆了，冲！揍你！别走，别走，电击，替身，接过去，还是没豆。抓你，滑起来，赶紧！哎呦我去，走不掉，走不掉，走不掉！走，一下，挠两下，滑一下，再挠两下，拉起来，起立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先给一个电击，一下，再走好了，好了，兄弟们，再见。